众影后，这一次刚看片段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影后的气场、压掌的功力了。我坦白说，我觉得，那个压力比较不是一般的压力，它不是那种好像我求好心切，或者是我想要怎样的压力，而是那种压力是因为团队太优秀，优秀到我希望自己跟他们是并驾齐驱的这种压力。我这次也是要跟新人一起对戏。对，他跟你对手戏最多的是玉玲，演玉玲的双赢组合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感觉是什么呢？很辛苦。好直白啊，陈玉玲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戏也快要播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戏可以到时候记者会就可以说更多。但是我觉得他很努力，他也很希望跟大家并驾齐驱。是，那这一位新人，合作很辛苦的新人，你觉得跟这么有经验的学姐合作，说真的，你当时看到小敏的时候，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就是非常的紧张，紧张到我一句话都不敢讲。然后老师就说：“你看他，你看他。”然后我都不敢看。是现在还在发抖。对对对，他本来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啊，所以我就必须要一直把他掏空就对了。那趁这个机会，有没有什么当时在拍戏的时候，其实是想跟陈明说的话？你现在把握机会，现在讲一下。对，我有很多话想讲，但我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。对啊，你还要逼他讲话。所以我画了一张卡片，就是做一张卡片给他。好有心机的新人哦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在戏都还没开拍，只是在上表演课的时候。跟他超级不熟，他就写了一张卡片。可是他写那个卡片是用戏里面的角色在写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公司说，又还没开拍，他入戏个什么劲啊？就是在演完没有，但是我就觉得他很认真，因为我很怕不认真的人。对，那我回去再看一下。那他跟你讲什么？我回去再看啊。真的吗？陈敏刚说你是很不认真的人，可以给我举几个吗？像你啊，你是不认真的。你不要这样子啦，你每次都一起公干，我不要这样子。等一下看是不是？他回家再看呢。好，那没事，那你去吧。好，谢谢。